请让我们一同掌声响起，献给东园国小弦乐团一团以及培英国中的同学们所带来的演奏，当然也要献给我们的团长江立浩江团长。献鲜花的是团长的可爱的大女儿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同样的还有师母也在当中，还有我们同学也带来了可爱的。哇，我看前面，以及江老师的侄女也带来的鲜花。